可以下一站呢？脱光光都就都变胖啊？脱光光不会变瘦吗？为什么脱光光会变胖？不可以，原形毕露啊！原形毕露啊！不是脱光光最瘦吗？我因为衣服容易让你的眼睛被蒙骗。对。啊？那所以阿嬷看起来很瘦，这样吗？阿嬷本来其实就很瘦哎。什么鬼？实力更强。都是阿嬷跟你妹妹，其实体重落差很大。这么厉害？因为他们已经没什么肌肉了。没肌？这么厉害？对。